收获满满，跟他说好不好？祝福你今天收获满满，祝福你今天收获满满，祝福你今天收获满满。相信大家今天一定都能够收获满满，因为我们有 Nick 是第三次到台湾来分享，但是每一次都吸引了超过万人要来聆听，因为他的演说是如此的激励人心。